很希望你会也来演的。其实他本来那个角色也找我演，结果后来呢？后来你拒绝我了吗？你不记得了？我的天哪，你好过分哦！不是，因为他当时邀约我的时候，那时候蔡康永的电影正在筹备当中，然后我答应了蔡康永说我的第一部电影要献给他，所以刚 Batman 导致我现在没有办法演到冯德伦这部《侠盗联盟》。所以你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吗？当然没有啦，你拒绝我之后我就没有。所以你是勉强使用舒淇哦。你可以用这个观点来想。那舒淇这次的表现虽然是勉强来使用的，你觉得她表现大概有到几分？一到十分的话，当然是十分了。她十分了。关于舒淇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我问一下？我真的很尴尬。你也是主持人，你也当过主持人，什么意思？问她什么啊？好，问你，舒淇在电影当中的表现是十分，那你觉得她？私底下表现几分？太尴尬！你不能回答我去你的哦，因为那是谢霆锋的专用词哦。是吗？但是你说我比他帅嘛，所以我也可以用。我说你跟他势均力敌。那你一定要选一个。讲好，一定要选一个。你说要干嘛？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可以摸一下你嘴唇的那个软硬度吗？你可以摸。这个不是嘴唇吗？感觉很好亲哎，我亲过，是不是？你亲过我的嘴唇舌吻吗？没有舌吻，就是 MV 里面的那个导演加戏的东西。哦，会因为舒淇在看而导致我不能碰你吗？不会啊，他应该会很高兴我被你摸的。而且因为舒淇跟我也算是有私交哎。对啊，我听到你们的短信，但是我不是在旁边，但是可能你声音比较大吧。没有，是不是我声音很，我声音很吸引你？如果你非要用这个方法去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是因为你就会想要找我当第一女主角，后来被我拒绝，然后我跟舒淇闲聊，你也要一脸。那代表我这个人在你眼中是非常有魅力的、啊。也是。所以如果我跟杨丞琳可以亲嘴的话，你要谁？我有跟他亲过吗？对，亲过。那当然是你啊。什么？ Oh no！ 晚一点，晚一点。好了。对舒淇的事，你就没有要问的话，我看到一个东西。你看到什么？叮叮叮。哦，对。这是你的结婚戒指吗？对。就开始。对舒淇也有这个，是不是？有啊，为什么要一直戴着结婚戒指啊？不是，你就看到没有那种，开心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觉得她本人漂亮吗？当然啦。她是你见过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？当然啦，你之外。所以如果我跟舒淇可以亲一个，你要谁？也是她。啊？可是你看亲过那么多次哎。絶対に幸せにします。僕と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誰でしょ、告白なんて。
好，明显那个公司之前跟你讨论的什么，你就，我跟你讲，我人生这个字典里面没有经纪公司的四个字。就是我们今天 PK 做菜，然后在做菜之前呢，先欢迎两位帮厨上场。每期皆有两位姐姐好饿型男帮厨到全国各地寻找决战特色食材，小 S 与女生嘉宾挑选帮厨后展开料理 PK 大赛，完成后由男神品尝，输家将进行最后惩罚。健康的状态，谢谢。哇，真的好紧张啊！如果你们想要见识何谓紧张的最高境界，你们就可以一直注意那个俊年的行径。好，然后在选择帮厨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玩一个游戏，赢的人可以先选。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九九乘法表的 PK， 就是我一题你一题，然后很弱，不会超弱。天哪！哎，好，那你帮我们，你帮我们当评审哈。啊，我帮你当 PK 开始。九九乘法表，哇，七四七四，二十八，八九，七十二，我们没有听懂。因为太搞笑了，算是不太认真。再一次，我真的很认真。节目整集都浪费在九九。我还问你不认识他呢。OK， 你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。讲什么不？讲什么不？九九乘法表啊，六八六八，五十二。为什么六八听起来不知道吗？是四十八吗？好难哦！来，这是我输，那你可以先选帮主，选德烈好了，因为我怕他中火。好了，然后选你要德烈，德烈好了，到陈琳那边。你怎么到现在还看？而且他不是演的耶。
你在紧张什么啊？所以你就是要放开 ，OK？ Come on， happy， 跟我来一下 happy。Yeah， 好尴尬的 happy。好嘞，因为你优先，所以你先开哈。我数一二三哦。好，一二三。多仔细，内地十大米线之一，它的肉质比较清甜，然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的厚，在烹调上面来讲，我们可以吃到螃蟹的鲜甜的滋味。然后我一二三，啊，你的超难的。